你这个老女人，你骂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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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骂谁
看，你出了个什么逼样的媳妇，你来找我？你是哪里？你个老女人，你看俺出了过一天的好日子，你们是要啥？你哪？哎呦呀，我也只能没法过了呀，我的亲娘呀！你个老逼样的，你敢打我？我跟你个老逼样的，你个老逼样的。我这个钱我借定了，我跟你领好，就是不借。你不借啊？就是不借。我就听你的了。就是不借，不要说了，你钱你借了，我走。你个老你别走，你个老你放走。你骂谁？你是？你个老你放走，这事都是你错出来的哈。俺家都还好好的哈，就你个老。你是何用？你个老你打人叫你是？不要打了。你把你不要你不要。我求求你。何用？你不要打了。不要你问，我走了，我不借了。他是找事，我跟你说。钱我不借了，我走了。我不借了钱啊，我走了。不借了。不要你问。老女，老女，你别走。你骂谁？你个老婊子，别走，走你个老女，出了事走。啊，你个老女，啊，好日子。你咋这样？我跟你说，俺这好日子不得好过啊。你来问我借钱。不要你问。我哪能借钱？我哪能借钱？每天的虽然你看不起我，如果还没有两个钱能过来。啊！你来问我借钱，我有钱不给孩子上学。你不是不借吗？我不借孩子送上学。我自有办法，我跟你讲。有办法，你我不都借了那钱，我照有钱。你有钱，有办法。我照有钱。我几个就不借。看你个老料子的。我不给你俩，你凶我。哟，你娘没娘的养好，你去过去。靠你娘！问我借钱了，你问我借钱，你别想，你娘大姑娘穿个贱门裤，那都是不要命，你个老妹。老民又在那知道不？老民，老头子，不要干了，还干活嘞？老妈子，给我气死了！咋的？还咋的嘞？我去到二儿子家去借钱，不但没借，还给我撵出来了，说的那个话，叫人难咽。你看，我说不叫你去，你偏要去，那个孩子是啥东西？他能借给你钱吗？我没想到的事呀，老头子。